大家好，我是通关时刻，欢迎上本期部落中途游戏视频。部落成员麒麟村分享的这一个，他说这个素材非常好，请通关时刻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刚刚我也是看过了，确实相当精彩。但是为了对得起观众呢，我们前期呢就先加速，结尾那边真的是相当精彩，这操作简直了。这个阵型也是挺好看的一个八本阵，就是城墙稍微有点浪费。这个是陆空混冰流，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么用陆军要么用空军，但是陆空结合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现在我们可以按照正常速度来放了，这里还有一个迫击炮，再加一个小箭塔，要想推它三颗星比较难。然后我们看这里一个武神，一个女王，还有一个法师，三个要把它推平这难上加难。这个武神呢，他在那开墙，可惜啊，墙没开就没有然后了。然后这个女王过去把这个迫击炮打掉，还剩最后一个箭塔，这个箭塔还好是残血的，还好是残血的，但是也是相当惊险。我们看这个法师，法师把这箭塔给打掉了，而这个箭塔呢，要是多打女王一下的话，这女王就没了，要是再多打法师一下的话，然后法师就没了。我们可以多看几遍这样的回放，真的是相当精彩。没想到啊，这个法师跟女王这么幸运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呢，记得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